弟弟，大哥，哥哥找的你好苦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正想装扮你去救人呢，结果现在你来了，阿朱姑娘也不用装扮了。哼！丐帮将我逐出帮外，他们那些人的死活我也没放在心上。到时咱们兄弟再去喝他个痛快吧。好啊！啊！ 王姑娘，咱们一起吧。啊！你们……好是好，但是丐帮兄弟也是你平日的好兄弟，你要救他们一救。 姐姐，嗯，你这一装之术太神了吧，连声音都变得这么像。那是，拿着你那个臭瓶子，我们出发吧。嗯。